我们是MDR Collective， 这是 Anna， 我是 Ray， 然后 Duncan 是英国来的，还有 Yui 他是台湾的一个艺术家而组成的。我们这个作品是 River Run Through It， 建筑物盖在河川上面，代表我们一直在侵入自然环境这件事情。这一次选了这个废弃物的房子在435，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。我们看到一些老旧的结构，所以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它也会造成更多那种很理性的线条出现在那个河流的上面。大楼的画画的做法其实它也有反映到，就是我们通常看到那些大楼广告的画面，城市发展的关系，这个河流的自然环境就一直被缩小被压迫的感觉。从这个小模型也反映到现在社会的大状态，